玩游戏控制方向盘，轮子会动，游戏里面车子也会动，油门跟刹车也是。警车，警车！谁能告诉我这样子玩起来，方向盘跟轮子那边是不是有结构会坏掉啊？耐不耐用啊？这个游戏还可以，两个人玩一起玩，左边用方向盘控制，右边就是用屏幕上的平板来控制。